李博，你好，加里斯，你好，Hello。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李博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河北广电 IPTV 以及企鹅直播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乔氏杯2017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败部第六轮的 TV 一号台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下午好，我是常庆勇。张指导，下午好。苏新元，你好。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李博，对阵来自英国的选手加雷斯波茨。本场比赛是本比次赛公开开始，赛的败部的比第一局，李赛，博开球。比赛规则140分钟限时，25局13胜，双方轮流冲球，全程包括8号球在内，所有子球均无需佩戴。那在上午的比赛，加雷斯波茨呢是对阵小刘洋，天津的选手，那么是刘洋在常规时间12比11将波茨打入到了败部。对。而李博是在败部的比赛当中12比11，同样的比分淘汰了王鹏。而在上午其他场次的比赛，吴振宇在败部13比8将朱龙淘汰。胜部的比赛，吴昊13比12战胜了王云，只不过是通过点球的方式。对，吴昊是5罚5中，5罚5中，王云是5罚4中。然后刚才说的李博跟王鹏同样也是点球阶段啊，最后分出个胜负，李博是多了一颗球啊。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每一场都是非常焦灼。对，能够在胜部的话，肯定是不会到败部的，因为败部现在你看到。波茨上午比赛刚结束，下午马上过来啊，2点要开始继续比赛。对于体力跟精力要求也是比较高。而这边刘一阳是赢了之后呢，他只需要打晚上咱们这个时间是8点的比赛就可以了。对，是一个胜部的决赛啊，等于说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啊，下午可以休息一下午。今天咱们上午 TV 一号结束之后呢，我记得你也是去 TV 二看了一会儿，对，看了一会儿。然后我是有看到全场结束，最后一盘球，时间还剩下大概5分钟的时候，是波茨在场上进攻，然后波茨有很好的机会，后面有一颗球啊去叫黑八，黑八大概是在现在屏幕上。下边比分刚才中央25那位置往上一点点，就是25这个数字往上一点点。然后呢，白球有可能是在5号球再往上一些，右边有一个薄球向右下角，然后薄进之后呢，两扣起来，叫红伞附近有一个剩下的单独球。
叫那个球没有叫到，叫成了一个很薄的球，最后拼了一杆没有拼下。这个时候呢，他的对手刘洋上场，时间应该是在3分钟左右啊，最后是打进了几颗球，再控制了一下，后面是时间不够了，11-12，波茨呢是进败部了。这个位置还不错啊，直接架杆低杆往回拉，打好球叫中带就可以了。1-0领先李博。第二局，加雷斯·波茨开球。冲球有球进，而且花色球的11号、10号都可以衔接。这杆冲球之后的运气是不错啊。刚好上方有两个地带，今天的时间安排一共是3个时段比赛，本时段是第二个时段，晚上8点整将进行今天第3时段的比赛，将进行的是胜部的决赛以及败部第6轮的比赛。换句话说，本场比赛的胜者在晚上8点还要再打一场，很辛苦。那么胜部的决赛，获胜的一方将进入到本次公开赛的决赛，输球的一方将在明天上午9点与今天晚上8点钟败部第6轮的胜者进行败部的决赛。对，那败部决赛获胜的一方进入到决赛，这就是一个胜部跟败部比赛的区别。对，最后呢，胜部冠军和败部冠军去争夺一个总的冠军。第一杆上去啊，再弹空下来。角度还算是比较合适啊，继续啊，可以中低杆蹬下来，5号球右下角底带。看这杆球是不是直接走，还是需要去带一点左边的库边啊。如果需要吃库呢，这个杆法需要下低一点。然后力量呢还要再大一些。正常如果不吃库啊，不需要很低，中低杆就可以了。刚好有角度，
这杆球是感觉肯定是要去 K 一下了，嗯，而且角度稍稍有点偏大，有可能顶十五过去的话是一个整颗或者是十五号上边一点点的位置。非常精准的 K 球，波斯上来一接一架，二比零领先，二比零，开球清台。第三局，李波开球。距离还是比较近啊，出杆要小心，送杆的长度呢要尽量控制好。白球还是有点靠过边啊，这杆球不太好去下其他杆法，只能推了。尽量还是留中带往下过渡啊，上方失意。角度大可以第一杆再回来啊，再弹空边起来，留一个从上往下的角度。下面九号感觉还是得 K， 直接打肯定是没有的。不要走多。学生好像还是走的比较直啊，这个球，嗯，不太好直接下来撞球堆。嗯，还是有一些像屏幕左边的角度。李波还是要考虑这个球怎么来利用十四号去把这个黑八的附近 K 开啊。嗯，
勾四也是没勾到，这个球基本是没得 K 了。打进呢有机会打进，但是白球的行进线路上是不太好去 K 这个球队的。一上来七有机会去 K 四，左边黄一有机会从上往下呢，先吃库后接力，把对方的十四号球从袋口借走，并且白球吃一勾过来，有机会去顶九，看看怎么打啊。左边黄一肯定是后面要利用一下的，那打这颗球，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打进四，单独的用三号球来去帮十四号球。然后白球放到黑八下边做一杆防守，较直，正常轻推推下或者是蹬杆啊，中高杆发点力，不要太重，就是白球不要往前走太多，停到黑八下方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五号跟黑八之间缝隙有多大，是不是还可以翻中袋啊？是的，感觉上好像差不多，应该是有。那等于说，这杆球波斯打的还是不够严谨，对方是有可能有机会翻进的。还是借到五号力了，又 K 到黄一。那等于把有难度的一号球给解开了。对，有把握就传，没有把握的话直接打三。后面白球也是没有完全贴库边啊，可以稍稍抬高点杆尾，下一些低杆啊，白球上去。从低杆打进，白球下来看看位置怎么样，非常安全的位置啊。打不进肯定也是斯诺克，白球控制的相当合理，再来啊，可以直接下低杆，角度大的话可以带一些左边的边库，稍稍带一点右塞倒是可以的，不吃库了，但是你看白球有角度，还行啊。这种球如果说直接不去吃库边的话啊，下低杆一定要控制相当好才可以，不然的话白球是容易贴到库上的。波斯现在截止到目前也是本次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唯一的外籍球手。对，那外籍球员呢有很多啊，都在场外给他观战。刚才镜头扫过的是波兰选手杜达，对，避过九号，非常稳健，多次上来3-0领先李博。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仙角，
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次杆，公式和中式八球。波次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次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第四局，加雷斯波茨开球。至少目前为止，波茨的两次冲球效果都不错。对。都有球进带，有球进。今天一上来，这个起色啊，还是不错的。嗯。李博这边呢，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啊。刚才是打了一盘球，里边后面剩两颗，里边有一颗球也是跟黑八踢的比较近，九号球必须要去用下边的十四呢去 K 开，十四附近还没有说特别好的一个白球位置。整个三盘球里边有两盘波茨是直接就打光了，还有一盘有机会，但是位置不好。主动做防守，三号球封住了绝大多数球的击球线路。跟波茨这样的球员来打，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且到有机会的时候，你的火力必须够猛。嗯，比如说的一些强势青苔啊这种。像今天的小刘洋就是在 TV 二号台始终是均分压制着波茨。对，不然的话跟波茨这样的球员打起来，你感觉防守中盘也不太好去控制对方，对，然后呢精弹能力上还不一定有对方强，一旦波斯炸球再好起来就不太好打了，必须抓住他的一个小破绽或者一段时间的这个冲球不进的小低迷，嗯，建立比分优势，对，十秒你才能在比赛当中占到先手，如果你跟他扎起这个赢盘跟他打起来的话，打持久战是很难打。你看今天本来我们前面我记得预告分数时候应该是刘洋有段时间都是领先3-4分，对对对，后面慢慢的就变成8平了，对，8平9平等等。我们这边结束的时候过去看 TV2 应该是刘洋是12-10，我看的是11-10，11-10，然后刘洋赢下一盘12-10，他马上波茨抓住个机会追上一盘11-12。这盘球还是屏幕右下方的这个红三跟十四之间的一个位置关系，也确实是不太好处理。尤其你一上手的话，左边有个九，右边有个15号，一打白球肯定是要沉下来，然后去撞下边的球堆的。顶到看效果，嗯，这杆球还可以，下班
一定要尽量去叫一个有机会去将红三 K 走这样的一个白球位。现在看李博有没有想法。这个角度还可以，高杆有机会去顶红三发力，勾到了库边里边啊。现在这个白球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左边的11号中带，应该看不到。10很难打。白球距离库边不太好上，不太好发力，直接不行，向小低杆轻打做防守好了，还是要攻，没打进。上面黄一中带啊，观众请调一下手机。小角度中带推得相当稳啊，是让我想起昨天杨少杰在对阵波斯的时候也有一杆一号球，角度相当小的一杆，对，中带，左边中带，大概11号再往苹果左边靠，对对对，那真的是理论上唯一的一条线路，只能是晃带口进。要顶5吗？还是不顶过来，看角度小了。这杆球如果说叫红三叫多一点啊，对，直接顶顶黑八，顶开右边两个中带可以衔接，都可以衔接。但是你现在打五下来的话，如果有角度顶黑八的话，只能说有一个二号球。看这个杆法呢，应该还是不是啊，还是往回拉一点，再下来顶。对，波斯一直反复在算的就是这个，我要用哪个球来 K， 哪个球来衔接。顶上方顶正啊，不要用侧方向去顶，侧方向顶的话，顶到黑八左边白球肯定是下来的，也就杆法不要太高，稍稍低一点点。基本上算是把问题解决了，七号球打进，白球上去用六号再过渡。或者你有想法，你就直接把二和七都打了，然后用一个六号球来叫黑八。还是有点犹豫。10秒。No time for extension。5。力量。波斯这个表情也是挺多的，怎么会跑这么多？没有延时了，他刚才想交延时，但是前面已经用过了。上来撞11了，挑杆吧。这杆球因为难打，所以说波茨也没有去很敢的用一些比较强的旋转在里边啊，不然这杆球下一个比较强的右塞的话，这两口肯定是避开11的。但是本身难度大啊，
就进攻的时候正常就从高低杆来控制了。看波斯这个跳杆先脚我还是比较熟啊，跟我用的是同一款，嗯，埃拉克的跳杆。跳的还可以啊。这波斯一直，其实我们对波斯跳杆就是说跳球的功力不太熟，对，他很少跳，也是因为他教位的白球到位率很高，对，会避免自己的白球有些时候呢去走上一个斯诺克或者怎么样，除非是对方做，那是没办法。那对方做自己的时候呢，他也会有些时候选择来勾。他确实很少跳。阿拉克这款跳杆还是不错的，从这个跳球的白球控制能力上呢，它属于那种偏于说控制白球很好控的那种跳杆，并不属于说平时常见的白拉木的某一些跳杆。就是硬度高、弹性大，然后起跳很好跳的那种，但是白球很，就是你要抓白球、控白球，会稍微有一些难度。波茨选跳杆应该也跟他自己的一个技术风格有关系。嗯。白球，哇，坐上了。右塞太多了，走两到三库是对的，但是右塞太多了。他如果说第二库吃到开球线上面就行了，他吃到带角附近了已经是。而且从画面上来看的话，这个球一打完就薄，要勾。算有点运气，但是波茨准呐。能不能看看波斯这个球会不会打进直接低杆拉回来，或者就直接我给你留九号位，我就是中立往里打，进了我就拼黑八，进不了反正九号给你中带打了。第一种就是带着防守低杆打，进不进肯定白球就拉回来。第二种就直接拼了，要下球率。还是要白球啊，真是准，这准度。他还是带了很强的右旋转，对，有低杆在里面，还主要就是低杆打得足够强。因为我的监视器也是仔细在看他这个出杆的这个方向，皮头是有明显的往右，那没办法，这种长台半贴库还带着右塞去打。感觉李博还是像昨天晚间对阵郑宇博的比赛，一上来就没有特别好的进攻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呢，昨天晚上比赛完了之后，我们一块往酒店这边走，我也问过他，我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睡醒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一上来懵，就是不知道怎么打。一上来不知道。对，输两盘或者说赢两盘就会了。主要还是要赢两盘，先拿下这个咱们昨天讨论过的这第一分。第一分一定要拿下来。在这种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有几个点是这个转折点，心态的转折点、释放点，比较明显的个人第一分，本场的。对。啊，第一次反超。反超，然后呢过十。嗯。然后第一阶段是6-3，还是一个5-4，这都是关键的分数。第五局，李博开球。现在是落后4分啊，我觉得后面的话，咱们第一阶段还有5盘9，这5盘哎，犯规，白球就掉带了啊，而且炸的局面相当好，这盘球局面太好了。我们等裁判员孙树静取下白球之后看一看，花球太好了，嗯，邂逅自由球，花球如果说选择过度难度上。最大难度啊，那就是11跟13下边，上方四个球是很好打的，10号球首先定颜色，然后呢9、14、15，
这几个球难度应该倒是不大，关键就是向下过渡。而下面的11跟13啊，左边的中带跟底带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杆球其实如果有把握，直接就能下来，先叫13，然后13够直呢，低杆往回拉。对，或者是你不往回拉，你就轻轻往前推一点点，然后白球自然有一个向上的角度。这杆球也很直。嗯，没问题啊。那打11，看能不能直接叫14。啊，这种局面炸出来这个球太好了。差点过头，打14叫15，白球不需要多走啊，留一点角度，从下往上，打15可以自然的有一个推，从上面下来叫黑把角度就可以了。别较直，那看叫哪个底带了，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底带的话，顺推两库就行了。第二库在左边中带上方，再弹库起来。啊，右边底带的话啊，是这样来叫，推弹两库起来。对，塞多就是左边，塞少在右边。能够得到。第五局，加雷斯波奇5-0。开局这分数优势啊，马上就出来了。也是看到李博立足未稳，一上来之后稍微有一些小失误，李博要尽快调整，先尽快拿下本场个人第一分。五盘球里最少有3盘是没有打上球的，对，或者打就是我开了一下。第六局，加雷斯波茨开球。嗯，冲球有问题。9号，李博的机会。如果有角度的话，可以推过来啊，叫6号球左边的中带。你过来再看。6号能看见吗？这个角度看可以啊。
号还是有下的，白球可以的话往前轻轻推一点点，够直的话低杆往回一拉就可以了。抓住机会，拿到本场个人第一分。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全新界面，3D 互动，在线升级，精彩源源不断。桌球让台球更有乐趣，详情请致电400-6060-147，或搜索关注爱跑光影桌球微信公众平台，也可访问 en.i-pool.cn。 乔氏台球荣誉出品。这个压力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下。对，前面是有机会可以打成一个4-5的。第七局，李博开球。能不能乘胜追击？中带有球下，看看选球。刮到啊，这篮球意图还是很明显。对，二号下边两边底带都没有，必须要刮出来一个位置啊。正好白球撞的这个方向，顶开二号往左边走之后，一号就可以衔接。对，一般职业球员在 K 球的时候呢，都会附近留一个过渡球。
实在不行了啊，才会有一个就是直接拼的那种情况。嗯，不太好。没办法了，这个球只能拼了啊！左边的中带继续打，因为现在这个白球放的位置你也是不太好防，而且 K 出来机会来了。如果左边中带能够拼下，叫到七的右上角底带呢，还是有机会往下拼。嗯，中带不打了，右上角直接。白球可能有一些想法，左边边库再上去，这杆球就薄了一点点，已经是相当的准了。这杆球有把握啊，直接就向屏幕的左上方来叫。九号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有一些向上的啊，角度大推弹一扣下来可以叫十，左边中带。最后用13号来过，12号来过渡都可以。从现在这个方向能看得到啊，波茨还是一个很明显的左手，然后呢右掷的这样的一个架杆方式。对，或者有些朋友经常看就是右手左掷，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左手瞄球，但是球杆放的方向在右眼的下方。左手右掷，他的这个主视眼可能是在右边。对，他跟梁文博他们两个一样的，还有特鲁姆普，这几位球员基本都是这个方式啊。嗯，左手右掷，然后还有个别是右手左掷，就是主视眼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不在同侧。波斯也是抓住了李博一个长台二号球啊，稍稍一点点的失误，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现在6-1。那么刚才在这个波斯打球的时候，张指导也说了这个主视眼，我们聊过一个，能不能简单给咱们的爱好者们讲解一下主视眼对于打台球来讲它的这个意义何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啊，嗯，大家可能不会去看，你平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也就是你把你的某一个眼睛闭上，然后呢用另一个眼睛去瞄球，嗯，去打，你看你对哪一只眼睛依赖性更多，哪一只眼睛基本上是你的主视眼。是的，一般情况下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有一个是看白球点的，有一个是看带口余光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下球点位置的那个和带口的基本就是你的主视眼，然后看杆法的位置呢基本就是你的辅视眼。其实这个就是没必要纠结，对，你正常就是双眼瞄球，就是双眼瞄，没有必要去闭上，是的话你就自己尝试一下就行了，就你大概心里有数啊，哪个我可能瞄得更准一点怎么样就行了。我刚想说这个其实说是主视眼，大家没有必要太去纠结他怎么样，因为他人，因为人的这个是双眼成像，对，双眼成像，大家只要知道这个原理，有意识的稍微调整，结合自己的能力调整一下就好，没必要说我必须要放在哪儿哪儿。对对对对对，有个别球员有些纠结，就是我是不是要放到下颌，对对对，下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下巴颏中央位置，对吧？你往左一点右一点都没事，只要你球能打准就行了。包括这个台球姿势也一样，张指导在之前的杭州站也跟大家讲解过姿势的问题，只要您不是太离谱，不是太离谱，比较合乎规矩，然后呢出杆方向跟动作上没有任何牵制，没有任何影响，发力动作都没有事儿，你就可以这样去打。其实咱们看波茨，他是正常来说按标准站位规矩来说他不规矩，嗯，他大臂向内侧特别多，
上面有一些咱们常说的杯杆、啊、内拐，嗯，然后呢，放杆放的位置还不是下巴的中央，是稍稍往它的右边来了一些，对不对？不好看呢、啊。嗯，咱打得好，但是打没有问题。对，世界冠军，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理性来看的，不要说纠结吧，一定要说我姿势有多好看，啊，是笔直啊，腿要怎么样？只要您不是太离谱，都可以。经常咱们总会说一句话嘛，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嗯，合适就行了。这边波斯一直也是在量下边的球，现在这个角度打14，刚好有机会下低杆，顶黑八顶的稍微正一点，左边有中带的九号来衔接啊，杆把需要下低点，稍稍一震，这很符合波斯的这种打法。K 球合理，然后力量合适，杆法也没有问题。波斯打球的执行力相当强，就是他想到的这个事情他做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做得到。嗯，10秒延时，直接发力登上去，这杆球如果直就往回，低杆往回拉，留一15号球，顺势往下10号的右下方底带。角度留的稍稍有一些大啊。10秒，5、4、3，看力量怎么样？很直啊，而且白球有点靠库边。这个球如果打特别准，是可以形成一个吃下边底库右边边框叫黑八，是的，正常右边他现在来那个方向中带的。但是我觉得把握点打就正常轻推，别吃库。那看波斯是不是有把握要走两库还是轻推？还是轻推，就轻推是最安全的、嗯、不太会容易出问题，不一定什么就能叫吃啊。对，没问题。第8局，加雷斯波斯胜，比分7-1。第9局，李博开球。
觉李博这开局没打好之后现在有些乱啊，冲球效果也不好，这马上也到了这个本场比赛第一个官方暂停之前最后一局，看能不能尽快的调整。而且今天一上来啊，第一阶段确实李博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嗯，冲球不好，完了给对方还有机会，中间自己打不好，对方今天一上来，波斯在今天下午的比赛要比上午好很多，是感觉本场比赛波斯进入状态的速度更快、啊、特别投入，他也知道他双败了对吧、嗯、再输一场就不行了，前面他碰到刘洋也是没办法，刘洋这位球员赢过他在大赛里边对不下一次，他本身也自己有压力。看角度还是有一点点向上角度，那上面的这个中带球呢一定要叫出一个比较薄的角度才可以。有这个球还可以避过三倒是啊，但是看看会不会用很轻的力量低杆搓着打，也是为了要求白球位啊，没打进。就从他初感感觉我们是没有去看这个球了，已经是觉得进了，就现在看白球，没想到啊还打歪了一点点。李博这杆如果说去借力不好借啊，就帮进白球放到左下方做斯诺克好了。嗯，还是借了出来，而且七号中带还是相当好啊，打进教导五，上面四颗球里最难一颗红三，争取是打七叫我五叫三，如果实在不行就找个机会啊去叫这个四号球，用四 K 三也是可以的，左边有两颗球可以先接。没有 K 出好机会，不行就打二，找留一个三号球翻中带的角度。但现在另外一张球台吴振宇是4-2领先王云，那这两位球员在前面的比赛里边也是曜碰到过啊。嗯，王云是13-10最后赢下了这场比赛，并且是把吴振宇送到了败部里边。我们这个比赛双败的赛制啊，很有可能一届比赛两位选手碰两回重复碰面，对，王立达漂亮，好球，李博也是李博胜，缩小了比分差距，2-7，官方暂停5分钟。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九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是喜欢乔氏
中式八球领导者。十局，加雷斯波茨开球。看白球位置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直啊，接杆球接力接的也是相当漂亮。观众请保持安静。这个位置呢，白球想上去要发很大力量，没错，但是下边还有红三，有可能直接低杆往回拉，叫红三左边中带了，刚好打红三，白球再上去。那这个中带有难度了，有难度，要发力，关键不是轻推，比如说轻推黑八在上面一点点，一推就可以了。这杆球你要上去就要六，要发力，打的要够准了才可以。好球，非常准，再来。而且看现在画面上六号球的右边中带角度，正常推应该是有机会顶到这个十一号的。嗯，不需要其他的一些什么杆法，就是高杆好了。黄一刚好。在下中低杆轻打点进啊，就这个出杆的长度不需要很长，首先是白球跟目标球太近了，轻轻一点就可以。看角度是不是可以推一库弹起来叫黑八，不然就直接中高杆往前蹬好了。十局李国胜比分3-7，也是状态有所回升。第十一局，李博开球。我们看到现场观众的观赛礼仪啊，也是非常好。有很多观众呢，在外边休息完了之后，等待着这一局打完，啊，利用局间，才走到看台。但是李博这杆冲球还是没有球进。
昨天在对阵郑宇博的比赛当中呢，李博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冲球不进，后来换了自己的打杆当做冲球杆啊，对，效果不错。他会不会本场比赛也是在开局阶段冲球不好，会不会有所调整？敲起杆尾，横过去，最后用七号球来衔接上方的四号。尽量打薄，很轻的力量。发条中带即可。好球。那张指导，我们看到通过现在这一盘十一盘的较量，波茨呢有意识的第十一局加雷斯波茨胜，比分8-3。波茨有意识的在提高了自己的击球的速度跟节奏，他很明白我现在在败部，在晚间本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还要在这个晚上8点还有一场比赛，是的，尽量能在本场比赛用最经济实惠的、少费体力的这种方式拿下最好。想速胜啊，对，不过对手也不会让你赢得那么轻松，没错，甚至于说你一个不小心我赢了你，对，你就被淘汰了，这就很像足球比赛里边这个1-0主义啊。但现在李博在自己的冲球局这块一定要调整，老是在自己冲球局被动挨打，拿不到球权，必须要先炸进球。对对对，第十二局，加雷斯波茨开球。刚想按刚才的方式来冲，但是换了。本来呢，波茨是瞄了一个稍微低点的杆法，后面稍微。大家可以在这过程中看到，波茨把后面手架的位置，包括后面大臂的高度放低了，嗯，而前面白球打的点就往上调了，变成了类似于一个往下，对，中杆或者中高杆的一个杆法，白球打完往前冲，看效果能看得到，但是没有球扎进。那波茨也是在尝试啊。看看这种球炸完之后能不能更好的进球，并且白球在前面肯定是更好选，他是知道的。右边14号，嗯，这个方向是应该能看得到的啊。
有机会打。还是打九。两个过来，没顶到四，十四。看看这个缝隙中间，比如轻轻的啊，加一些左塞搓着打，能不能再打进？当然，我现在在想啊，很多可能不怎么常看台球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个电视或者网络这边来看台球，刚才这杆十四号球有一些这种特殊角度的球，我们在之前解说的时候都说要带一些旋转，要加一些旋转。那么您能不能从专业的教练这边来角度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带这个旋转？正常他直接打不下杆法的话，就是不加这个同侧的旋转的话，白球是打不到这个下球点的。然后再根据一个加旋转之后呢，白球跟目标球的一个摩擦效应，会增大这个目标球向袋口的方向，所以说一定要这么去打，类似于咱们平时打的一个扎杆的缩小版。明白了。扎杆首先也是一个道理，要避过障碍球，然后起弧线，但是这种下塞道理是差不太多的。主要还是摩擦起来效果。稍微打薄了，这种失误很危险，因为你是在主动进攻，是没有什么太多留后手的这个想法在。基本上就是你打不完就等着对方清台好，对，就把自己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了，你只能等着他失误。波斯这边是以逸待劳啊，你打好一点那我就没机会，也是没办法，但是你打稍微差一点，我这个局面是开放的，我正常现在清台的这个状态也是相当好，我不怕。黄英这角度可以去顶十四，不顶就推下来啊，或者直接低杆横台。底带中带。说这个波茨的推杆啊，波茨推，实际上更多的来看，波茨这种推杆还是更多的利用这个球杆的长短啊，出杆的长短来控制力量。第十二局，加油去波茨，比分9-3。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
13局，李波开球。李波这边还是争取啊，在第二阶段跟对方把比分咬住啊。嗯。现在落后的是六分，也就是说，在第二阶段里边，后面正常连续赢六盘就有机会打到9-9，当然这是一个梦幻般的一个结局啊。不过想肯定是这样去想。而在另外一个球台当中，吴振宇现在是7-4领先王云。关于比分的查询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或者登录中石八九网查询。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广电 IPTV点播直播的方式啊，来观看本次比赛所有场次的超清现场直播。你看中带打得稍稍有一些薄，最后白球的位置肯定不是他想要的这个位置。而且打15呢，15下边刚好有对方的两颗球，是不足以让你直接去叫到一个比较好的下方球位啊，或者是 K。 这杆角度还是有点大。再过度小了，这杆又轻了。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啊，大力抡了一杆，但是没有运气球。波茨现在左边的六号啊，有机会正常的往左下方带口打，因为现在黑八跟二号是挡住了九，啊，不用担心，应该是进了。啊，这个准度。对手本身现在已经是啊没有好机会了，那自己也是放得非常开。没错。弹起，二号啊，刚好左下角，没问题啊。这个球有想法的话，都可以用小底杆顶一下黑八。
推，中带黑八。关键的八号。第十三局，加雷斯波死线，比分10-3。也是率先比分到了十分。本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对阵吴镇宇跟王云的胜者，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还要进行比赛。而另外一场胜部的决赛，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同时开打，对阵的双方是吴昊对阵刘洋。第14局，加雷斯波茨开球。白球犯规，感觉这个14上去之后就要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出来了。炸球这个进球率还是可以的，但是白球运气不好。还好是现在比分领先了很多。那这盘球有一点点像前面李波啊，在第一阶段后半程的时候有一盘一炸完之后就是一个大散面，然后白球呢也是犯规，是给波茨的一个机会。白球落的是左边中带。对，李波这边球应该都是单独够下的，这个球尤其是34右下角底带9号应该都没有挡。要顶10吗？啊，轻轻撞了一下4号，3号左下啊，看这个方向呢应该是没有挡，继续往前推一点点。有向上的角度呢，中低杆发力啊，直接蹬上去是不需要再碰库了。完美的位置叫到两球中间，然后留下一个黄衣，再去推一库叫黑八，右边中带的角度就可以了。局面还是非常明朗。嗯，自然打进啊，正常高杆不需要下塞。下班一分，4-10。第15局，李博开球。开球失机 ，illegal break。同样在自己将比分迫近的时候冲球啊，始终出问题。这一盘又是开球失机。波茨可以选啊，嗯，自己打自己开，或者让对方开。一般情况下都会自己来掌握的，不会让对手去继续。
波斯选择自己来冲球，对。确实，他今天比赛整场70%的冲球里边都是有下球。上一盘虽然是白球起带，但还是有目标球进的。15局，加雷斯·波茨开球。这样的话，这盘波茨开，下一盘还是波茨开，这个机会是相当好。哎，又调了，低杆变成一个中高杆的位置了。中带油，看白球，看白球，危险啊！差点掉带，也是开球时机。但是，虽然有球下啊，目标球，尤其咱们看到10号跟14这个位置两颗球，没有球过线。一上手选球，李博呢右下方底带的12号可以选，但是这个花球确实是难打的。嗯。而且你正常打这个薄球，白球基本上大概运行方向，除非打得特别薄，基本上是奔球堆去的。上方的选球呢，就算你15号左边中带有下的话，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单色基本打不到，一旦打12发力啊，白球基本上奔12、13啊和2号的位置来 K 的，看运气怎么样，还是没有，够打吗？有可能是黄衣没有挡啊，我们这方向上看的话，还是有一些视觉误杀的。我们的机位的高度叫在3.75米到4米之间的，对，正常。我们看到的画面跟球友看到的这个视频画面是一样的，一样的，没错。有个别球还是要靠一些经验和角度来判断。比赛时间已过半。啊，库边球没打进上方。这个位置。来看波茨啊，要不要先来控制一杆？因为一上手啊，波茨是没什么太好的机会，尤其是7传6号的话，这个位置呢也是没有，基本上很难打。下方拼，要不要拼？其实这个球是值得一拼的。有准度的话，正常下低杆，横着方向呢去顶黑八，然后呢有机会叫2和5，并且黄一 K 过来，黄一也有下了。波茨现在左上方的6、7也是一个关键球，尤其是这个7号左上角有没有单下。感觉上是上方的15号好像挡住了7号的左上角的下球的一个线路啊。10秒，延时。有可能要吃苦接力，没有接到，接挡带口了。他还是想接，没有接到。但这个球这么轻的力量是不太好接近。李博下面这个花球呢，可以先不动，争取先打上方的右边边库的9号球。好球，白球，白球，犯规。关键时刻又掉带了，这个球打的已经是相当准了。是。波茨一上来的话，看摆哪个，肯定是争取要先摆6、7啊，摆比较难处理的两个球先打进一颗，另外一个中带就露出来了。
而且下面黄一呢，只要白球叫好位啊，比如说叫到二号球的左侧这个位置，打黄一是没问题的。再走弹起来，中带刚好啊，往前推，脚二不要太重，剩下就是一个关键的一脚八了。这场比赛的进程还是比较快的。在另外一张球台，现在吴振宇是7-6领先王云。再顶开13。波茨这场一上来的想法跟战术也是执行的相当的坚决。是。咱们正常来看啊，如果说波茨能够在加雷斯波茨胜，比分11-4。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及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4点之前啊，赢下这场比赛。那么到晚上8点比赛之前呢，还有4个小时。对，4小时刨去你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最起码能休息2个小时，最少休息2个小时。而且据我所知，咱们正常跟英国那边时间啊，正常伦敦时间是差8小时。是。也就是说，咱们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他们的中午，上午10点钟，啊不是，8点的话应该是中午12点。12点差不多。嗯。中午十二点的话，对于他来说，这个时间差应该问题不大。那要看另外一个对手是谁了。对。到底是王云还是吴振宇？加雷斯波茨开球。对。并且还要看一下刘洋那边的一个情况。嗯。刘洋如果说直接打到败部决赛。波茨在杀到决赛的话，两个人就还要再碰一下。是的。确实，比赛打到现在，谁赢谁输都不好说。你说刘洋状态好吧？吴昊状态也不差，点球5连进。没错。气势也起来了。对。你打一 K 9号球出来，这个白球纸应该是可以拿掉的啊。看需不需要定位器。而且很有意思，这个李博是，如果咱们不算杭州站的积分啊，这个是排名第二，王云是第三，吴昊是第四，2、3、4，实力都很接近。李博是第二，嗯，王云第三。咱们没有算杭州这个积分啊。嗯、然后吴昊是第四，就是杭州站之前。嗯、对。他们成绩还是很稳定的，相当稳定。啊，虽然说咱们这次的石家庄正赛呢是打到现在啊，但是我感觉双方这些球员目前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嗯。角度也合适，还可以推下来，9号左下角。
打着打着这个感觉就像说，这波茨啊已经进入到自己平时的一个练球模式了，嗯，很顺啊，打起来 K 球有衔接球啊，虽然说一炸开可能局面不是特别开，中间 K 一杆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然后白球后面执行的时候到位率还是相当高的。还有他今天的冲球确实第十六局占了很大优势，比分12-4。观众请将手机调为静音。17局，李博开球。关键局关键球，有没有球炸进？6号、14，选球右边中带，看红三能不能打到。但是可以看得到啊，打进红三，白球推下来，左边5号刚好啊。看黄一是不是也有正常的一个下球点，那可以打五叫黄一，再向上过渡，有角度可以蹬弹一扣起来。12挡住了1号球的线路，看7号。感觉李博现在求胜的欲望不强了，无心恋战了有点。嗯，谁感觉打得稍稍的厚了一点。翻蛋，但是这个白球呢是不好下什么杆法啊，尤其是后面有球，手架的位置要加高。
这一盘两人的失误都多了一些。第十七局，左胜，比分5-12。18局，加雷斯波茨开球。这个冲球的运气啊，花色球，首先白就停这个位置，击球的角度就很小了。但是12号就停在袋口等待接应。14，看会不会带一下酒。弹起，58同带。推过去了，反向中带。第十八局，李博士12-6，那官方暂停5分钟，我们稍事休息。Time out for 5 minutes. Sixth局，李博开球。暂停之后，让我们回到双方第19局的比赛当中。在140分钟限时25局13胜的比赛当中呢，现在是波茨12-6领先李波。
身后的一号球啊，会不会影响他最后出杆？这杆球白球一定要推过七号，留一点角度。对于波斯来讲，现在的二号球、六号球都还是难点。处理好了之后，白球留给一个一号球的位置啊，顺下来给六号球打，主动防守。用自己的四号球、三号球挡住十一号，那逼迫李博呢？去解开十跟十三，一杆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李博肯定也是知道啊，犯规，所以我们看宁愿冒险，也不会轻易动开下方两颗球。角度也合适啊，白球如果打进二号之后，看能不能顶一下十，定位六号球右边中袋。李博我们也是能看得到，一直也在努力的把比分呢在缩小。对，但关键是落后太多了，而且关键是波茨状态不差，冲球呢今天比赛是相当好的，关键是青苔特别多。嗯，到自己好不容易上手之后呢，又球形又不足以支持。对，波茨呢也是在这场败部的比赛当中13-6淘汰了李博，继续保持着本次公开赛外籍军团的希望。那么波茨呢将在晚上8点对阵正在进行的吴镇宇跟王云的胜者，而8点钟呢胜部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天津的刘洋对阵长春的吴昊。朋友们，我们晚上8点再见。